美洲国家组织举办易云高大师运雕作品展。华盛顿新闻，2003年7月31日，星期四。以美国、加拿大等34国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由该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主持开幕仪式，各国大使及美国国会议员受邀出席。本报华府报道，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34个国家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于7月28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主办一场针对各国大使及美国参众议员为主观赏的易云高大师运雕艺术作品展。由前哥伦比亚总统、现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亲自主持。参观者均留下震惊性的评价，高度赞赏易云高大师为人类首次带来精美绝伦的运雕艺术，超越自然，实为佛府神功，是人类首次出现复制不了的艺术。在众人的殷切期盼下，易云高大师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并肩，由美洲国家组织礼宾司长安娜·欧布莱恩引导进入展厅会场。易大师夫人王玉花教授及其子女紧随在后，现场立刻响起了利啪啦的掌声，镁光灯咔嚓声此起彼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在讲台前挤得水泄不通。美洲国家组织在简介中指出，易云高大师出生在中国，现定居在美国，为杰出的研究员及大学教授。易云高大师的运雕艺术在美国创始成功，是历史至今易云高大师为人类创始的，是超越自然美的艺术精魂。易云高大师所雕刻成的鹅卵石，在石洞中更有美不胜收的玄妙幻化天地，并有祥物缭绕，妙趣无穷的气体。他是唯一能用雕刻将气体表现出来的创始人。大师运雕的功夫使他的作品成当今世界无法复制的艺术。大师的运雕令人心旷神怡，难以言表。无论是中国广西溶洞、卢迪岩、大峡谷、哥伦比亚溶洞等等，都比不上云高大师的不可思议而美不胜收的雕刻艺术。无论从层次之变化莫测，色彩之富丽堂皇，造化之自然天成，都是运雕超于自然之美，实在是人间找不到的。这些绝世珍品的诞生，完全来源于云高大师崇高的境界，渊博的学识和洞悉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皆由各国总统中优选出来，现任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现领导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鉴于易云高大师为世界人类做出的巨大艺术贡献，因此美洲国家组织特地在华盛顿首府主办大师的运雕展览，由美洲国家联盟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 Cesar Gaviria 博士主持开幕仪式。此次展览作品分两大类，运雕原作三件，神秘石中物、高氏图和唐璜快石犀及26件运雕图片的展示。凯撒·盖维瑞亚在致辞中说，易云高大师是被认证的佛教大法王，在佛教中达到了至高的成就，在哲学、科学等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才有这样最高艺术境界出现，为人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为世界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艺术贡献。大师各方面的成就让我们的组织来办此展览，使我们组织感到非常光彩。千里达共和国大使玛雅·纳瓦勒瑞赞叹易大师的作品犹如幻化境，这种艺术的体验让人感觉这个作品的完成必定是来自于
超越人类的无形力量引导着那只创作的手，创造出如此无可言表的艺术，感人肺腑。出席此次展览的贵宾哥伦比亚卡洛斯大使、巴贝多大使、麦可金、葛瑞纳达大使、乌拉圭阿尔玛大使、巴拉圭崔斯大使等若干大使，个个都被作品迷醉在展厅，来回迂走，赞不绝口。此外，美国众议院议员哈瑞汉走到堂皇快石溪作品前，不停地点头，口中喃喃自语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美洲国家组织礼宾司长安娜·欧布莱恩说：“当然不可思议，真令人震撼。”白宫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主席祖炳民博士说：“这是佛府神功，这是超越自然，前无古人，没有人能够复制模仿。”他还说，老布什总统见了作品以后赞叹得不得了。贝里斯总理资政戴维说：“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个个都赞叹，个个都吃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不赞叹的。”这次的展览现场参观者众多，盛况空前，许多人围在运雕作品面前啧啧惊叹。都说展览时间太短，应给以长时间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到这美不胜收的艺术。神秘时钟物飘渺，云雾缭绕，深不见底。易云高大师府完成的神秘时钟物等雕作，神奇的鹅卵石神秘时钟物，从外表上是一个几尺大的绿羽毛石，但内部却层峦叠嶂，勾网纵横，变幻神奇莫测。其结构之玄妙令人叹为观止，有些地方雾气状如薄纱，有些地方雾浓不见背景，需用防雾灯才能见庐山面貌。其韵气音缭绕，造化犹叹不如。历史上的雕刻家能够雕刻出实体形象或神态，但从没有人能把虚无缥缈的云雾和无形无相的气体给雕出来。易大师的作品却把气体和实体雕刻在一起，放眼一看，祥物若隐若现，几尺方圆的顽石令人觉得洞内有远城之遥。此一作品仅有一小洞约莫一个半手掌大，很难想象室内世界是如何雕成的，根本没有被复制的可能性。美国威利公司林姓富人机构出$500万预购此一作品，大师婉言谢绝。云高大师为神秘时钟物赋诗所云：“有时会垂白玉沙，宫雕绝论物理情，洞中无言稀世区，天海画景难复真。”观赏此时乍看洞内一片朦胧，雾气深锁，从石外上方打房雾灯一盏雾气乍散，再开一盏天地外另有天地，深不见底，见者无不称奇。图左一，美洲国家组织主办易云高大师运雕作品展览，由现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右主持开幕仪式，易大师及其家人出席开幕式。图左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左与易云高大师共同观赏运雕作品。图左三，西藏来的几百人中的女活佛卓玛仁波切正在展厅向云高大法王顶礼。图右，堂皇快石溪，堂皇快石溪集各类宝石之美于一身，其神幻莫测，层次万千，带给人心灵享宴，见者只能以太不可思议、太神奇来赞叹。图下一，高视图，左图为高视图局部，从任意局部都表现出超越自然天成，意境深远。图下二，神秘时钟物，神秘时钟物由洞口看入祥雾缭绕，深不可测。图下三，巨石小口，灯光自外投入，变幻神奇莫测。右，